即将解一个2024年最新蓝海项目——支付宝分成计划，独家顶级玩法，无需、无脑自动剪辑的项目。它的收益模式跟视频号分成计划类似，但目前由于是蓝海期，制造的人并不多，而支付宝不能进军短视频行业，为了引进大批量的优质创作者，给出的收益金额是很高的啊。这个是奖励金额很高啊，因为支付宝不仅是短视频平台，所以是前期审核不是很严格，只要搬运稍微去重就可以了。跟中视频视频号分成类似，非常容易上手。课程包括项目介绍、转变工作、实操演示啊、注意事项都详细的讲解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四节视频课程讲的非常清晰，以及开通分成计划的步骤有讲解，收益展示也是有的啊，你们都有，大家下载之后自己看就可以了，都是这个实际拍摄的视频收益啊，都是真实的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文章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支付宝分成计划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